朕知道你已经醒了。从今日起，你便是婕妤了。陛下，等散了早朝以后，回来给臣妾描眉吧。 陛下，记得散了早朝之后，回来给臣妾描眉。既是皇后吩咐，那何须等散了早朝呢？嗯，来，坐下。说吧，今天是要浮云眉、烟雾眉，还是倒云眉？你笨手笨脚的，这一描就得半个多时辰。 那正婕妤啊，是长孙皇后转世呢。自她入宫起啊，每夜陛下都只点她侍寝，已经足足有9天了呢。是啊，你的意思是说，陛下每天晚上都只点她一个人？是啊。那其他的嫔妃岂不是都要饿死了？<笑>恩宠至此，说不定过不了多久啊，人家便是正宫娘娘了。<笑> 武才人，你也别多想了，人家是天生奇相，长了一张陛下魂牵梦绕的面孔，一切得来毫不费力，寻常人啊是比不了的。其实啊，你只要专心在诚信殿当值，将来未尝没有被陛下零星的机会呢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我不是妒忌，只是觉得长得太过像长孙皇后，对婉言来说。 也许并不是一件好事。嗯，没错没错，长得像而已嘛，也没什么了不起的，干活吧干活吧。府姬可知道那个郑婉言？陛下是说，跟舍妹长得一模一样，新进的那个婕妤。相貌相似，也就罢了。 连说的话都一样，这便有些古怪了。说的话都一样。嗯，陛下，臣以为此女除了其父郑人熙以外，她背后肯定还有别人。凡事过于刻意，就露出破绽来。陛下，要不微臣查探一下？ 娘娘，你莫起，让开！让他进来。怎么了？谁呀？一大早就惹强儿生气？姨母，那个郑婉言明明是比我后入宫的，现已被封为婕妤，住进了紫云阁新居，这么短的时日就急到我头上来了。要知道。 那前些日子，陛下对我可是……是。陛下对你恩宠有加。姨母，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吗？总不能让那郑婉言披着一副先皇后的皮囊，夜里迷惑陛下呀。我看着这支钗呀，就想。 这要是插在我们强儿头上，这后宫的女子不就都黯然失色了吗？嗯，来。哎呀，真是个美人坯呀、啊！
强儿，嗯，你增错对象了。姨母，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以为每天夜里陪着陛下的都是郑婉言吗？可夜夜被抬去甘露殿的，确实是他呀。夜夜被抬去甘露殿的，确实是郑婉言。但你可知道，陛下夜夜都到哪里去了？臣妾为你跳支舞吧。你先睡吧，朕批奏书要到很晚。臣妾不知道是哪里做的不对，为何陛下每夜宣我，可是却……这事儿与你无关，你先睡吧。陛下对臣妾好也罢，坏也罢，遇到陛下是臣妾的命，臣妾甘愿认命。行了，为何不转过身来？如懿怕转过来后看到的是陛下。如懿拜见陛下。